刚才宫里有刺客闯入。是吗？抓着没有？跑了。哎呦，这算是燕统领的失职了吧？那刺客后腰中我一剑，必有伤。你先开让我看看。你这算是怀疑我？我觉得就是你。凭据呢？没有。那你查我可有圣旨？也没有。那我凭什么让你查呀？你心虚了。你刚才在门口推了我妹妹是吧？我到时候会给她赔不是，跪在她面前磕头认罪。你说什么？咱们俩打个赌，一会儿我把衣服掀开，要是有伤的话，你把我送去刑部，送去大理寺，送去监察院，总之随你定罪。我要是没伤的话，你跪在若若面前磕头认罪。我为什么跟你赌？那你请便。我可以自己动手。我昨天晚上写了多少首诗，你数了吗？你这会儿对我动手，陛下跟百官怎么治你？我不在乎。连累长公主也不在乎？要是不敢赌的话，自己推门出去。不送。你在唬我？你想多了。好，我赌。把衣服掀开。那这一剑要是没有刺出伤口，岂不是白赌了？中我一剑，就算大宗师也会有伤。原来如此。燕统领，毒品怎么样？给你赔罪。燕统领，要不留着吃个早饭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推了我妹妹，让他磕头都算轻的。你这孩子倒是护短儿。姨娘，若若，我还有些困倦，想再睡会儿。也好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哥，没事，回去吧。走吧。